我这让吴县城呢，来，上班儿，累坏了，，快快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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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
熊叔，我家确实有困难，您要是过冬，您叫我，我给您帮忙还不行吗？别急，别急，老小巩，我今天让你来啊，我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，我知道你这人，你说这个事我跟你反映了多少次了？你管过吗？老熊，我也没说不管呢。干昭啊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？说过。可公叔啊，熊叔，我家真的是有困难，我姐刚返程，这呼啦一下回来四口，我哥家三口，我爸我妈。我们家两口子，这个下月马上生了，还有小宁，这十二口，就住两间半，让我咋住啊？我不管你这个，确实有困难。哎，不，那您家那还住着呢？我们先建的房子。爹，干啥呢？叫半天也不吱声。好，大勇，你来了。今天我把公安叫来了。公叔过来的目的不是别的，就是证明咱们家是合法百姓，他占了我们的地儿盖房子，你说怎么办？爹，行了，这不公叔不搁这呢吗？公叔，这你都吵赢了啊。你说这房盖的盖我家来了，什么都干啥呀？咋的呀？咋干啥？你好，都别打了，哎呦，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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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爹，我怎么没看着啊？别打了，没事吧？别打了，出人命了！怎么样？不许打了！别打了！还我！还我！还正啊！还我！叔叔，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哎，你们仨啊，回去把赶超那个小房给我扒了去，天黑前我检查。你跟春儿说。让他大姐一家回娘家住吧，郑娟那房子先给赶超住。那大夫都说了，于红跟孩子这星期出院了。你咋的呀？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除名啊？好歹是没出人命，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。那你们还有，这还有我呢，全是从犯。行呗，我跟春燕说说看看。啥叫说说看呢？得说通。你一会儿就去说去。沟通，我跟国庆，我俩扒房去。你什么时候对不起？公叔，对不起。公叔，对不起。这事儿不会对你啥影响吧？处分、警告、停职反省，没准还得开除呢。行。啊，对了啊，这事儿先别跟公斌说，他胆子小。这咋又拆了？让公家地盘，派出所不让呗。咋就这家事儿多？尤其那个干部老头子。小革命啊，是不是说我啊？没有，熊叔没有。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两面三刀，年轻人不学好。还有啊，
赶他的媳妇不是没事吧？不就是孩子早出生几天吧？但是我今天去医院，医生说大熊的情况不怎么样。我今天啊，我也把话撂给你们几个，如果大熊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。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妈老头子，学给你叔叔，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儿啊？